走进江苏，许多投资人和创业者都会赞叹苏南地区的繁荣与和谐，而已是国际花园城市的武进正处在这个区域内。这里有一家不断跨越腾飞的企业，它以年销售额梯度型增长的骄人业绩在国内同行业中迅速崛起，它就是苏云企业。公司坐落于泰格之湖的常州市南郊，距宁长、沿江、西宜高速仅5分钟车程，与市区共有2路公交线路直达，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苏云企业是由常州市惠能电器有限公司和常州苏云电器有限公司组成，公司占地面积60亩，注册资金共3050万元，职工250多人，各类生产设备100余台，检测设备50余台，拥有现代化办公楼、餐厅以及办公生产于一体的标准车间，全套工作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企业主要产品包括 ZQH 型智能控制高速超微细线漆包机、15-24 微地形系列微拉机、微电子用超微细漆包线和微电子用高张力包铜合金线、高低压成套设备和户外环网柜等系列产品。企业遵循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方针，朝智能控制机械设备和数据电缆设备的多元化方向发展，精心打造科技苏云、专利苏云、质量苏云、品牌苏云。从拉丝到退货，从涂漆到烘焙，从检测到包装，每一道工序我们都严格把关，以确保产品品质。产品已获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江苏省高新科技企业证书等荣誉称号。随着苏云产业链纵深加长，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2007年10月投入试生产的高张力铜合金圆漆包线，直径只有人体头发丝的1/3，却能广泛应用于手机、手表、MP3 等数码设备，和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自1999年成立以来，在优秀领导的管理和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品系列不断推陈出新。2007年，企业总产值达2.3亿元。2008年，企业在实现了一次次大踏步发展之后，又将迎来一次跨越式的进步。这是一个开拓的年代，这是一个创新的年代。苏云企业已具备产品设计制造的全套技术力量和先进的检测手段、科学的研发能力。企业拥有铜包铝生产线11条，漆包线系列产品生产线60条，并从瑞士和奥地利 MAG 公司引进的原装全套检测设备。企业现有科研人员30余人，其中高级工程师5名，工程师15名，大专学历以上的人员占45%左右。依托东南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的科技服务优势，在常州科教城成立了企业科技研发中心。企业采用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注重人事集体讨论决策的原则，坚持和完善职代会制度，加大民主公开管理力度，实行层层选聘、竞争上岗、多劳多得的激励竞争制度，坚持权责分明、能位相符、薪酬合理的管理方针，全力打造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技能型、创新型、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梯队。苏云企业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产品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并在南京、合肥、连云港、广州等地均设立办事处。同时，产品远销美国、德国、芬兰、韩国、印度等国家。面对全球市场竞争格局的现实环境，苏云人用盖之四海的战略眼光、扎实的生产销售战略和国内外并举的市场政策，
使苏源企业这一中国元素国际化品牌之路越走越宽广。运筹帷幄，展望未来，追求无止境。我们热忱希望与国内同行合作，联手并进，实现科学梦想，共创美好未来。